然进气的 M3 加机械增压开起来什么样子？这一期阿不群 TV 告诉我。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来到 SJ Auto Center， 在我身边的是人称小开的洪老板。小蔡你好，你好。我们今天要来介绍这辆车，其实就在我身边。哦，其实外观非常的夸张，那我们请小开哥来大概跟我们介绍一下。哦，好，我们看到这一台146M3 啊，基本上它的外观就是前保的部分，它改了 CSL 的保险杆，然后材质都是轻量化的。那很明显的可以看得到，它的引擎盖、屋顶跟后筒都是碳纤维制造的。啊，叶子板的部分呢，它是加装了这个德国有点像 DTM 赛车有散车散热功能的叶子板。对，那这些改的当然是好看，然后轻量化。对，所以会连车顶这么搞钢的东西都改上去了。对，而其实这辆车重点是动力。这辆车的重点就是机械增压。我们知道 M3 在最新的这台 F8X 出来之前，它一直都保留它是自然进气的设定。从130、136、146，甚至到最末代八缸的192，它都还是保留它自然进气。然后，所以它其实压缩比不低啊。对，在我面前这台343匹的146 M3 压缩比其实已经11.5:1了。因为其实我知道小开哥早期15 AMG。一些所谓的鲁式的机械增压跟这种所谓叶片式的机械增压，它的差异性在哪里啊？这台 M3 上面它这个机械增压是属于比较像涡轮的感觉，那它出力的线性也是随着转速升高，然后增压值才会达到最大。那您讲的那个 AMG 的部分，它的增压的特性就是中低转速增压值就可以达到最大，对，但反而高转速不是它最强调的部分。所以就是增压器其实一样是机械增压，它可能它的输出还是有它的特性。对，两个是很明显不一样的输出特性。那我也看到其实很多地方都打了这个增压器的品牌哦，那是不是这些东西都其实那个时候买就是一整套，它都跟着它一起来的？哦，对对，这个整个套件包含了进气歧管、增压器的支架，然后进气管，甚至于前置式的 intercooler， 还有喷油嘴，然后电脑，所以东西是相当完整度是相当高的一个套件，所以装的时候不需要做什么脚架修改啊，哪边闪不过啊，哪边会撞到之类的。不会。对，这套增压器在美国卖的相当好，在46里面差不多是美国卖最好的一个品牌的增压器。那排气管呢？原厂的应该已经不合用了吧？对，排气管一般我们就是搭配像欧系的品牌 Super Spring 啊，或者是其他大品牌的改装排气管就是可以的。所以这辆车现在差不多有多大马力啦？这部车目前大概是600匹左右。600匹，哇，它是六速手排车款，那离合器应该也是用强化了吧？哦，没错，这台车它选用日本的 OS， 对，而且是双片金属的离合器，会亮亮亮亮亮亮亮，对，就是我们听到那个离合器才要亮亮亮亮亮亮亮，那个就是多片式。对 ，OK， 对，那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它的底盘改了哪些东西。好啊，没问题。小开哥，或许啊，我们刚忙了这么久，不是146 M3 吗？怎么变 Porsche？对，这台车它的刹车系统就是沿用 Porsche GT2 的卡钳哦，对，然后加上台制的碟盘这样，而且是两片式的浮动碟，对对对。GT2 的卡钳它的特性就是它刚好它的活塞是属于陶瓷的活塞，然后搭配上 Peggy RS19 的刹车皮，所以整体上来讲刹车效果变得非常好。然后我也看到，在碟盘后面那一支避震器，其实大家都很熟悉，看到那个配色，
就知道是非常知名德国贝氏登品牌，然后倒插的，所以桶芯非常粗，对，非常的粗。这一组是 PSS10， 哦，这是 PSS10， 对，那会不会很硬啊？哦，不会哦，这台车其实路上开起来已经跟普通的46差不多，普通的46差不多，对，不会很硬。Q Q 的，那等一下上路试试就知道。那其实，我们也知道这辆车刚换了一组新的铝圈，对 ，Rise 的 RE30， 它是一个只要是性能车非常喜欢选的圈。对，那会挑这个 RE30， 就是因为它很轻，对，然后非常的强壮，硬度也很够。哦，就是。看奶吞就对了，对对对，而且我刚刚看了一下轮胎也是初期的大颗哦，前面这一颗好像就已经是2453519，后面那一颗已经到达2753019，所以大家可以想象这600匹，等一下出去试驾的时候，如果苦拉机稍微放得快一点，可能会滑两下哦，对，然后轮胎也是用的不错啊，对，它是 PSS， 对的 PSS， 顶级的 PSS。那接下来我们等一下就到路上来试试这辆600匹的 M3， 它到底有多凶猛。这辆来自。Active 的机械增压器啊，它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设定哦。刚刚试了一下，其实，在2800转左右之前都还是所谓的负压，可是开这辆手排的 M3 不需要担心所谓的 Turbo Lag， 就是低速无力的问题，因为它的压缩比较高哦，它的齿比也比较密，所以它可以去。弥补它这个低速没有涡轮开启那种无力感，哦，各位可以清楚的感受到，现在差不多是2700转，然后把油门踩下，2800转以后，你就可以非常清楚的感觉到机械增压一直在给你一个推力，哦，这样开起来其实。就很像我们早期在玩外挂涡轮那种感觉，其实外挂涡轮的意思也是一样的，所以其实在增压器还没开始作动之前，它开起来就像一辆 NA 的 M3， 可是当它过了2800转之后，它开起来就是一辆 Supercharge 的 M3。 那经过这一段山路上的试驾，可以发现这辆车虽然已经有了600匹的大马力，可它并没有去用一些很奇怪的底盘设定。哦，也就是说，它应该还是要符合它日常生活所需。好，比如说避震器，它只用贝氏的 PSS10， 虽然它也算是中高阶级的避震器了。可它却能把它设定的非常的舒适，哦，在这样一路上开起来，其实它并不硬，它并不像竞技车这么的硬，或者是我们之前试过一些改装车那么的死硬。那可是这样的设定下，在弯道里面却又能撑得住车身，它不会这样子一直软下去。那当然，刹车也是有它的功劳，哦，前面是6活塞，后面是4活塞。我们在这一段山路啊，平面这样试起来，都还可以符合我们的高速超驾所需。这辆 M3 并没有想象中的这么的暴力，其实它调教的非常好开。哦，你可以让它在2000-3000转保持在没有增压的状况下开起来像 NA。哦，你需要有点力道，你就让它增压，然后底盘的设定又非常的平稳，然后加上这两张。SPG 其实好坐、好开又帅。那么我们 Outrage TV 下次见。